咱们就在这个位置吧，军车岔路口大概有个200米的样子，就在这里拦个车吧。我以前也没有搭过车。谁在最需要的时候轻轻陪着我肩膀？谁在最快乐的时候愿意和我分享？日子那么长，我在你身旁，牵着你成长，让我感到充满力量。谁能忘记过去一路走来陪你受的伤？谁能预料未来茫茫漫长，你在何方？笑容在脸上，和你一样大声唱，为自己鼓掌。我和你一样，一样的坚强，一样的全力以赴追逐我的梦想。受伤，哪怕有风浪，风雨之后才会有迷人芬芳。我和你一样，一样的善良，一样为需要的人打造一个天堂。歌声是翅膀，唱出了希望。我的自行车坏了，要能不能打你的自行车去前面的加强修一下？啊，可以可以，可以多等我，你就到前面。啊，到前面镇上。啊，镇上。啊，到镇上。哦，没事，那到镇上您走吧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我再来，因为镇上它没有我那个零件，啊，已经修够了就好。我到镇上我打一会儿哈。啊，好的好的好的，谢谢你谢谢你啊，祝你生活愉快啊，谢谢。这个歌呢，它是去前面镇上，因为我们要去县城里面，所以说也不太行。咱们再拦吧。然后呢，我觉得我停车的位置太靠前了，还得往前走一点，因为距出口200米的样子，大卡车刚过来之后，他们帮我停车，所以说我再往前。我把自行车再往前推一点，这样的话，都是大卡车。这样的话，可能拦车的时候别人也方便停一点，也安全一点。风雨之后才会有迷人芬芳。我和你一样，一样的善良，一样为需要的人。大卡车被把它挡住了，那那边又不能再走了，再走的话，哎、再走也是一样的。我们继续拦吧。哪怕会受伤，哪怕有风浪，风雨之后才会有彩色阳光。我们都一样，一样的善良，一样为需要的人打造一个天堂。歌声是翅膀，唱出了希望，所有的付出只因爱的力量。和你一样，我们都谁在最需要的时候轻轻拍着我肩膀？谁在最快乐的时候愿意和我分享？日子那么长，我在你身旁，见证你成长，永远为你鼓掌。不是我这个位置不对啊，我再往前走一点吧。
是不是我的位置不对啊？我相信应该是我的位置不对吧，我再往前走一点，还是因为我长得太吓人了？没有吧，我觉得长得还挺帅气的吧。哎，心态要好，咱们尽量拦吧，我拦到个3:30，如果没有车停的话，那我就推，反正15公里嘛，推过去的话可能天黑，但天黑人家就下班了，如果下班了，那我就推过去，明天早上人家上班的时候我再修嘛，对吧？反正就是这样，心态要放平稳。我再往前走一点，我看有那位置好像不太合适啊。笑容在脸上，和你这可以了，坐这。大声唱，为自己鼓掌。我和你一样的坚强，一样的全力以赴追逐我的梦想。才会有迷人芬芳，我和你一样的善良，一样为需要的人打造一个天堂，歌声是翅膀，唱出了希望。又车到了大车呢，他会把里面的小车给拦住了，所以我招手了，他们看不到吧，也可能，反正，就那样吧，反正都挺好的。25分钟15秒，第一停那两个哥哥，他们车坐不下。第二天那个哥哥他去这样打油，就在前面一点点，从那两个哥以后现在没车，他们不停我也不知道为啥，我再拦一会，拦40分钟，如果没车停的话我们就往前走吧，反正我推也是推吧，我也不敢，我现在也完全没有保障，很好。追逐我的梦想，哪怕会受伤，哪怕有风浪，风雨之后才会有迷人芬芳。我和你一样的善良，一样为需要的人。咱们再等8分钟，没有的话就走吧。我们都一样的坚强，一样的青春焕发金黄色的光芒，哪怕会受伤，哪怕有风浪，风雨之后才会有彩色阳光。我们都一样的善良，一样为需要的人打造一个天堂，歌声是翅膀，唱出了希望，我很开心，所有的付出只因爱的力量，和你一样，没有一点失落，也没有一点难过，我们都一样，因为我相信我的救世主会在下面出现。谁在最需要的时候轻轻拍着我肩膀，谁在最快乐的时候愿意和我分享，日子那么长，我在你身旁见证你成长，算了吧，那咱们就这样吧，我也不搭车了，我自己推。
我先去吃个饭。